呀，经理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怎么了？就这哈，我让他呀在这里挖个一平米的小坑，他就从你小姨子厂里啊叫来十多台挖机，刚刚那些挖机师傅啊还抢着来挖这个坑，还在那里打架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你呢？哎，就上月出差，他非得说要喝酒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，给他买了两箱酱香，最后他不喝了，到现在呢，那酒瓶子放在我家里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。好，你这样一说啊，我还想起来了，就上周哈，他请一个客户吃饭，抱着十条烟过去，那客户啊压根就不抽烟，现在那个烟盒子还在我后备箱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是啊，你这容易这样办事的吗？你没事做就少做，现在没事可以多干干书啊。就是嘛，今天你看他说他还想吃饭，叮叮叮，这人是铁饭是钢嘛，人正常的需求还是应该满足的嘛。哦，也对哈。哎，经理，那你看我们是吃烧烤还是吃火锅呀？这夏天吃烧烤吧，烤全羊不错。哎呦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一起去吧。还是走吧。